아타나신 올 양피버드네 망고이스라 게임베디소레 웰컴샤이 当然也有许多不是年轻人，年纪大一点的，也跟你们说一声好。 I've been talking for last few days. 那么，当然，这几天已经说了很多了。然后，其实真的年轻人应该是最重要，应该放在最前面。但是没想到放在最后面，我讲，我的这个 energy 能量也都没了。我现在也不年轻变老了。你什么了的？ 这两天不开始说的，当我充电的干嘛不用钱？那等你去开始说，让他的老娘给，但你开始说，七八错的娘都给些啊当，娘都。 那么我从小被认证之后，就比较少有机会跟童年的这些孩子们一起玩耍啊，一起在一起这样子。兄弟，当年是有的是忙些，可是俺俩老些，俺都差不多当个这样，俺那可是的呀。 别别露水脸，那么子东西他不叫嘛，也是给带着呗，别搞着statue那些别带。And after I was recognized， 那么所以之后呢，我身边都是一些比较年纪大的这些人在我身边，而且按照西藏的传统来说，上师啊，就是不要随便乱动，最好是要跟个佛像一样，就定在那是最好的。参参眼里边，七八心大的。 有的时候呢，去看到一些小孩子在玩耍，或者你知道有时候到一些学校去看到那些学生在玩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蛮向往他们的。真就是那样。 所以呢，我会感觉好像我的身体是一个年轻人，但是我的心呢却是年纪很大。That's why. I don't. Yeah. Then I think it's. How to say? Really, I don't really don't know what to say. Then, of course, I'm very much enjoyed this time and first time in Europe. 我这次真的很享受，我是第一次，也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来到欧洲。I can meet. I get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all of. All the young people, I think this is very special. 我有机会见到许多年轻人。 Opportunity to me, that's why I want to.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 Enjoyed and also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to come here. 也很高兴你们今天来到这里。 And I already explained to you. I'm kind of strange, young,
所以我刚刚大概也解释过了，我的以上我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年轻人。My body is, you know, supposed to be young, 29 years old. 我的身体应该算是年轻吧，28岁，28。But, you know, in my life, I'm facing lots of challenges. 但是我一生中遇到很多的挑战。From the young age, I have this huge responsibility. 我从小就有非常大的、沉重的一些责任。I always think I'm no longer sort of young. I'm. 我时常觉得我是 sort of feeling old. 我从来没有年轻过。And feeling how to say. 就是觉得总是觉得年纪好像很大。Aged. Daddy, 比如你自己被打扰了呀，当然自己感觉。那选几个的设备呢？俺就是搞出来，俺就居住的，他搞出来的就，好像俺就这个 pressure 蛮不下雨的，这边呢，老中的 pressure 呢下雨的吧，他那些个就 music 他搞出来，他那些个他。초망고지내가솔리다프레시를망고연시라영한대야지가르치는다며저번에사물을지다니엘루두사네뉴슈루시라쇼젠동에르치다나시가수다니엘루두사네아니가르치르다게시슈디아드드리시행해드리시 In 21st century 那么我们在21世纪的年轻人呢我们的压力是似乎比过去的人都来得大，不管是在我们的学业上面也好，或者生活上面也好，各方面的压力呢，都比以前的人来得更加的沉重。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是比以前更频繁也更紧密了。但是这不能的，压力的越是多的压力。야기에서말하거든욕부시비도대에자티지엘아주렙치과다때아주내수내봐아가단지로대알지늘지아주강해를주는게하나 The word is 而且会感觉呢这个世界的步调是如此之快哦那么好像我们不跟上都不行那我们都必须要不能停止的我们必须要不断不断的要跟着这样子去追随世界这个快速的脚步不能停歇但当然是俺这个对人的的错爱阶段，但是不是搞出来的？七个我不了，是不是龙姐就有时候是不是假的？他搞出来，有时候什么都是假的，错爱阶段的没退呢，落退还没有去。等于说呢，俺呢，这当俺就对人的搞出来，搞到这。망원백이미르지에맞춰기가르쳐주다지디두기가르쳐주지제가친구에대비딱간다디두기내리는타주지알고있어말하면은요즘개심불차리길삼천이외인주상아줄이야가르쳐주다아줄이쳐지는개인외부지르야쳐지는아줄이망원백상부지요아직당怎么能上不去军队啊？给，干的，苦个不得呢？俺做了闲了买不起，有二三成的月数。Although we have also
all this pressure. 同时呢，我们的生活方式现在来讲也是，可以说非常大量的，非常滥用各种这些物质，滥用各种的资源。那但是这些东西它并不是取之不竭的，它也会有用完的一天。所以可以说呢，我们现在的我们，现在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跟未来的将来的这些子子孙孙或未来的人的苦跟乐，我们是有着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的，所以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的，而且呢，我们也都有机会能够为我们的将来，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变，而且这样的一个决定权，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就在我们手中，不在别人那里。但是这个盲目不是啊的，他都能过住啊，东西盲目不是不是啊呢？所以呢，你是要嘛嘞？呢，看他盲目不是啊的，他说的，他是这个钱了，他盲目不东西。The future starts now. Die Zukunft beginnt jetzt. 所以呢，这个未来其实就在当下，它并不是明天，也并不是后天，而是每一刻的会发生的，这都是未来。我在这，我在这，他在那上班，我在这下，他先不能干其他事情，他大家学的主要还是做主要的连当大的，第二门就送的。所以呢，我也没有其他要说了，最好就是刚刚你们提到有些问题要问嘛，那我就回答一些问题好了。Hello, I'm Matilda. I'm 14 years old from Berlin. 我十四岁，我叫 Martita， 我从柏林来。Her name is Elena, and she is 10 years old. 我帮我十岁的妹妹问一个问题。问题是说，我要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佛？我要如何成佛？다는시니세브로나든지고라빼로시가래드네주사네상기시주사네가슈에다디뜨대지시야다가가보시도디아니나주에남균Superman, superpower, Kashi, blood, jing, nan, jing, zen, and them, jing, shushamacha, jiggy, shedwa. Sangi said, Jiji, oh, manda. That is so ding, as you sing with Nano Lea, Kandaji, Samba Sambu, Che, Samba Sambu, San Antan. That, you know, this is your madam, and this is.那么什么是佛呢？在比喻上来说，佛它就像是我们比喻上像一个花朵，它盛开了，或者说它醒来，或者一个人从梦中醒来了，这样的，这都是一些例子。那这里佛还真是不容易解释，不好说。这样子再举个例子好了。首先佛它不是什么呢？它并不是像现在所谓这种超人哦，你常看这种电影里面的超人，好像你被注射了一种特殊的这种药物，你就可以变得 Superman 一样，超人一样，并不是这样。其实佛呢，它来自于一个我们的善心，从我们的善心开始的。本来你什么的没心大吉利啊，本来叔叔一个本来你不在哪里在，你不在。And Pajodilia, Kashre, there are twin to Verity, Zundan twin to Verity,
Tindai chungbu yinai, sangye juju jirai da, sangye jirai. Karai sana, susu yudai karishwari ji, karichi gu yabdi susu yudai haa kwa nai, da, di chiha ji, di jirai da kwa. If I can... 或者呢，举个例子来说，你呢很好心的给了分享给别人一个东西，而别人呢也回报给你一个微笑，那你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佛陀了，因为你是在一个很清楚知道自主的情况之下，你把这个东西愿意分享给别人，你就是一个小佛。Hallo, mein Name ist Salomon. Ich bin 12 Jahre alt und komme aus Berlin. Die Frage ist, ist es mehr eine Ehre oder eine Last, all die Verantwortung des Karma-Pas zu tragen und die Erwartungen der Leute zu erfüllen? Mein Name ist Salomon. Ich bin Salomon. Ihr seid nach Karma-Pas, habt ihr ein Gefühl von Belastung, von Last?지금미주 expect 치아지가마바지얼바타페지금지가마바스드산베지카슈르다 very perfect 사마르베 perfect perfect he don't make any mistake 근데저좀더깔아가보시라랑아지시다깔아야되지내드네삼등메다내삼덥지버다지가르쳐오르스나어다디가마바사디치아디카슈르제more 가슈다지에수수기원치지레고급지이먹는지자주원치지문제맞지아니고급지먹는지체제이고급지유체나고급침부지로거다미망미망으로잡아채고급침부지미지산아다고급지타버려서아든지삼듬듬시당여제상근데삼등주산대즈가슈르다지대즈가슈르다지어근데고급디지금은야부르다삼르치오늘지금도시험도계속那首先呢，我要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那样的所谓的伽马巴，因为大家心目中认为的伽马巴应该就是圆满的，然后是绝对不会犯错的。但我觉得我很难成为那样子，而且我也不那么去想，所以我怎么理解所谓我这个伽马巴的身份呢？是我把身为伽马巴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权利，就是我并不是拥有很大的权利，而我把它想成是我拥有很多很大的机会。那真的，这是我拥有很大的机会，是指我拥有很多可以利益别人、帮助别人的这样的。大好的这样的机会，所以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就是我把我的这样的一种，等于说重担一种责任，重担或者这种权利的感觉，把它变成是个机会的时候，那就会让我比较释然。Hello, my name is Maria. I have 13 years old, and I'm from Madrid, Spain. Will the world decide or will it end? What can I do with my life to help the world?Will the world exist or will it not? Will it end? Tibetan. 其实，啊，你咱们的每把枪里面，因为你不带个人死了，啊，但你，你的，咱们的罗巴西亚拉，你干的些特别是不限定的。这个地球似乎很快就会幻灭哦，那我要如何做才能够帮助这个地球呢？아주랍제난랍제난아주가르쳐주는인데신기래다당부고를소셜매버치체소셜매버다들이제리베시도유아신체아는아주지소셜내안다로망후심진고하체다들이제유아조대야래지금유아조대야사아니마질래아고지당부차아래유아조야비인사아니마질매버차아지고정신이용한데가알아
아니다디저물린데가르쳐도그랬어我的念就行了。那么，这个地球它本身就有一个生命的周期。我们说看在学校里面也都有学到这方面的一些知识。那包括这个地球最开始是如何形成的，本来也都没有任何的生命体，然后生物生命体，然后慢慢的有了生命，然后我们说有生，接着就会有幻灭，它这是一个自然的定律。다당예수님다당아주지금신앙사실로디영화사실로디아주쿠유그토알이야딱강의체리와래디디아무말씀없이나아주드라미기가수로다지밀손에갈아가고싶지않아야지그시와래레인뉴스안에쿠유던제외토알이야제외토알이야내가를찾아서가수로다지계심쉽지맨날손다고디미지를편도하지마다디매대가수로든점인지원편도해버렸어디야구매로성장해버那么尤其现代的人呢最害怕的是什么呢也就是环境的一个变迁包括现在整个气候地球地气候的改变等等最后真的会造成人类它的难以生存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如何去为地球做些事情最好的就是你真的多关注这个环境保护这方面的一些议题因为你会知道这样子去做这样去关心我们的地球不只对我们个人有好处这对整个地球的所有的生命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So my name is Didi I'm from Austria 我是从澳洲来的 So my question is 好像16、17岁 How do you see the relationshipBetween religion, spirituality, and culture, and which one has the strongest influence? Strongest influence. Influence, yeah. 你认为宗教文化跟心灵修持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哪一个的影响力较大？Should do some research, I think. 我可能要先做些研究吧。到底你不刚才是这个，当年你写呢？但连刻度这个也那边的还没过。The religion 啥的 ，more 感受到的，做几感受到的，去本读书就是去录个，看连的读书的，俺当那是毛就看就讲是那么落水的，俺当那是事实证明真的有点不是做的真的行不来。spiritual 是就是啥呢？俺的就讲说，那么落水个什么东西，多做的琐碎个，但没这个难个讲出来，但，다양가수로되지에대지지야미지띵사묘기미지난게다띵사묘기용서로당양다는신기에드레가수로다지에시럽하나닌지드레를잡아야돼봐다갈샤사드갈샤사드가리네이주로주로다다들갈샤딩엠시엠호세나라시엠딩이주시I feel that. 那么这个回答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答回答到你的问题哦。首先，我觉得在宗教这方面，宗教它比较是属于传统的，然后它是比较属于教条的、有制度的、有仪式的这些东西，它都属于在宗教这方面。那有关心灵的羞耻我觉得呢它就不是这一些教条类的东西也不是这一些仪式传统的东西它比较是我们一生当中真的你生活中生命中那些比较深刻的你的内心的感受它包括了智慧它也包括了你的慈悲的心等等那 我对这两块我比较清楚就是宗教跟心灵这方面那至于文化的话似乎是都可以
就是 各个层面都包含着，但我这里我就不多谈那两个、就不多谈文化这部分。 That's why I think all the major religious tradition, 所以我觉得主要宗教的传统 spirituality, 他们最开始都是从心灵的修持开始的，就是真正生命生活中的修持，它不就只是一些传统、一些习惯、一些 belief system, 并不是那些信仰系统。举个例子来说 ，the Buddha is kind of example. Buddha, 佛陀就是个很好的例子。From his childhood, he had this question, you know, what's the 从小 how to say, 就对生命有一些疑问 ，big question for his life.What is, 他对他的生命 what is him, something, 是有一个 大灾问的，就是 and this world, 我是什么，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 He tried to find that meaning, 他想要找到生命的意义 that sort of, how to say, reality, you can say, 或什么叫真实 and 真理 For that purpose, he gave his life in his sort of prince, and he went to. 他为了那个目的，他舍弃了王子的身份。Solitude area. 到了一个寂静处。And he maybe very constantly thinking about this question. 他很持续的、专注的去询问他的那个问题。And somehow he found that us. 他发现 he think, yeah. 他找到那个答案 And he really appreciated his answer. 他对他的答案也很满意 Satisfied his answer. Something like that. 就像是这个样子 That's why I think, but those people.After Buddha, people followed his path, his tradition. Then they just follow his way, just follow his kind of system or his sort of idea. But 后面的弟子呢 not really 试着跟随佛陀的想法、佛陀的方式，就只是跟着而已。But we did not have real experience. 如同佛陀般的感受、体验却没有。That's why.I'm always thinking they have danger. These religious followers, they have the danger. Actually, religious practitioners supposed to be spiritualists. They should have some real experience. 这就是问题所在。Rather than just kind of artificial belief or kind of knowledge. 而不应该就是而不是一个宗教者，就是只是信仰或者只是。But maybe it's to find this, you know, 概念上的想法。Not easy.但是当然，找到那样问题答案并不容易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就喜欢容易的路嘛，就是相信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心灵的修持，它应该是更 effect 更有效率的，它更 just mainly have this religious belief or faith。所以，真正心灵修持，它不只是一个相信信仰而已。而是你真的是为了要找出那个问题的答案，而不断的去寻找。Hello, Kamrapa. My name is Ray. I'm 22 years old, and I'm a Taiwanese Canadian from Halifax, Canada. And my question is, many young people, myself included, take too many things in life for granted: rights, freedom, safety, parents, caring, and forgiveness.How can we increase the awareness when selfish thoughts arise so that we can eliminate it and nurture a long-term appreciation for others? Thank you. 大地这是艰难的，不易的，就忙不起来了。The question is become difficult. Life, the granted, or taken for granted. The right, the safety, the
但是我觉得这个阶段的 awareness 呀，这阶段呢，我觉得听说充满了吧，感谢各位的 gratitude 的 appreciation， 尤其的感谢各位。所以我们要如何去？这感谢小了噻。感谢你，我觉得了 ，appreciation 谢各位是。不 granted 嘛是 ，granted take 嘛是。那第，我呢就开始嘞，参参的开始嘛是多。我估计 developed countries 什么的，这结合，我呢也给这结合拿了一笔钱，那他们的水呢？刚才看到就春天准备要不去，县院的等这他各个要不要的不等这些，然后就算了。俺第一个了呀，天天看出来，俺那看出来他的 appreciation 三两张都，各地节日三两张都的县官的开什么出来啥？那的，别呢，做不灵套了呀，俺那看到。先有国家没多给不忙不休息下来，当然是的助理，当然先给的助理啊，就出外团建羡慕，他那边就石油通就过来喝不些点个，缺点美酒过来喝不约点个，那你忙不下下来。现在的助理他俩啊，所以就上面当起，可对于呢 expectation 的呀，多嘛对不起，嘛说说来明白，说说来就娘他们不对的了呀，嘛多起，或者多为那个干什么去？초진에야구인배치기다초진에소소레디간다라가슴레디들지소소다개바상부인배를지들개바상부인배인사들개바상부디소소다나제게아르좀인배피그토네오당아 responsibility 나라도고금들지여배인사디윤생토네안다지미지랑단자베다미벨지치나쉬는现在各个面部的出来，往往把你骗到起头啊！你这什么当兵呢？天天，骗到用个面到什么？但看到了个人节点啥的，干什么去了？啥干的啥呢？个人节点什么的个人性的，但我军人面吧，什么了？天天这个团呢，他就什么的，我呢，他说什么的，一寸不了不记得。이가와를수용돼야지이용도가그런지는누가디하고싶시라래 I think this is a very 这个问题主要是问到说，很多很多年轻人或者很多人，他活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他很自然会有这种理所当然的这样的一些心，那他要如何去处理等等这样子的一些心态？那么法王的回答是说。那么的确是这样子，尤其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已开发的国家，那我们的生活条件都非常的好，包括我们的教育机会，我们的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一种随时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举个例子来说，很多其他的可能跟我们同年的人，在其他国家，他们可能连教育的机会也都没有，而且他们的卫生条件也非常的差，他们的生存甚至连糊口都可能很困难。那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应该要不要总是向上去比那一些跟那一些人去比，而应该有时候向下面，就是去看一些更苦难的人，这样子会比较好。他并不是说让自己升起一个傲慢的心，不是，而是透过这样的你知道，原来我的生命是如此的珍贵，而且我真的机会是如此的好。那同时进一步呢，升起一念心说很多那些跟我同年的，跟我一样的，但是却没有机会接受这样子的教育，或者说没有办法有这样生活条件的人呢，未来我一定要好好的去帮助他们。所以总之，这种随时心中带着感恩的人呢，具有感恩的心，它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带给你一种欢喜，同时你的心情也会是愉悦的。Good afternoon, Your Holiness. My name is Shani, and I'm from Malaysia. Shani, 我的名字叫 Shani, 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
How do we practice satisfaction and progress in our lives at the same time? 我们如何能够保持知足，但同时又能够积极进取？这两者要如何同时并进呢 ？Contentment, the progress, that didn't go as well. Contentment, how do? 다들유해버들이야수수기가르르듯이被恰唱个就搞出来，但是不然，搞出来抓娘都不生那张都，龙姐都不生那张都，对了呀，永世装不了不起，所以说给搞出来，但是，天堂，搞出来叔叔，我那阵呢搞出来，但是，你们那都不生么了，但真了不起，怪了不起，但因为呢，这个。야지 progress 야기에동안간고치가말봐다들인주산나서뺀난중아주최시주산루시아그래아주최개화치주산에아니뺀충분한신체뺀지개화치주산아남산지가보친부신유에머리지부유에사들이삼마임치아니개화치주산에뺀장부등신루시장부대뺀지你们这里啊，到我们住套房呢呀，到我们住的套房人家上班了不行，天里啊，看到过我们住的了，我那天那个大姐，做民生了不行，过几个了吧？啊，做民生了不行，天里别热了不行，用钱，忽然忽然的套房给，看到了几，几层了不行，车上的忽然给，用突然了不行，用过了吧？啊，跌了不行，还是过不来是。마더베디기아주참샤사야된다말이지그래서이층부사야되참샤된다말이이내다디기아주기이층부사야되기다다강유에버들수수농재투야루지베나와르들이인주산에베나아주베아이폰그거기시에비나아이폰도지4도5도지6다6용로루지루지但俺是各地人，加拉萨不萨勒就是啥呢？拉萨地女孩都不如去个了。但一年俺是他们怎么搞起个了？是呢？宁波的，本来 iPhone 5都不进呢。第一个白酒，你吃上都不是啥新个嘛了吧？白酒当新个。那白酒当嘛是的 ，iPhone 三百几年呢？几个了？这其他的嘞，米色个大裤衩个，女不短了不对的，吃上就是短度我嘛了吧？三百几年呢？这几个了？吃了不？你说的嗯，这里的知足、哦、它指的是什么叫做知足的意思呢？它是指说对你已经拥有的这些事情或者拥有的物品，那你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去、享有它，或者你全然的对它有一种接受，全然的对它有一种体会跟感受，这个叫做知足的意思。所以知足本身它并不会阻止所谓的进步或者积极进取的，这两者并不是相违背的。其实当我们在说羞耻在行善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子。刚开始不要这个好高骛远、啊、并不会、不能够好高骛远的，或者说眼高手低，这样都是不行。就是说不要一开始想的就是哦。譬如说的那种洋房啊或者轿车啊，一下子想那么多，而要想的是自己要把自己想成如同乞丐是一般的，也就是说行善的时候，就算一天我只能做一点点的善。doing wholesome virtuous things is not like it's like 譬如说就算给十元的话也是很好的。become like a rich person, you have the money,所以这里方也在讲英文。Fancy car, this kind of outlook, that is, it's kind of wrong outlook or wrong view. What kind of outlook you should have? 你应该必须要怎么样的一个观念呢？而是要就像这里说，你要像乞丐是一样的。Don't have much sort of. 你可能拥有的并不多。Much thing, much money.但是当他拿到一个小小的东西，可能一块欧元，只是一块欧元蛮大的，跟印度币比起来的话，you will think you get something,
但是你会觉得你得到了什么，你会完全的感谢他，你会完全知道你拿到了什么，你有一种全然的欢喜，全然的喜悦，你对这一个小小东西你会一种全然的接受了解。这是第一个比喻哦，所以所以同样第二个比喻也像是差不多，就好像现在 iPhone 好了，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有 iPhone 4 iPhone 5 iPhone 6 6好像也很快要出来了，我们总在等着 iPhone 6。 But sometime even iPhone 5 we don't they have lots of technically lots of use。但事实上我们有时候连 iPhone 5我们都它的很多功能我们都不完全知道，他们说有一千多种功能等等，但是我们可能只知道其中的几个而已。所以就算你买了一个更新的 iPhone 的话，其实没有差太多，因为如果就算你不知道那些功能的话也没什么用，或许你只是因为它的外观，它的一些新颖的设计，比如说它更薄一点，它比 iPhone 5呢更大一点，它的设计更好一点等等，但事实上从它的功能上来说你对你来说没有太大差别，因为当你根本不完全了解它的所有功能的时候，它是56其实没有差别。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我们要完全的感谢它，完全的了解它，但那不代表你就要停止不进步，并不是，那不代表就停止你不再要更多，不代表Progress, not that mean. We can progress. We need to progress with the sort of. 我们都要进步，但是是要在一种带着完全的了解、完全的感谢、完全的接受之下的进步，而不应该是无明的进步，就是在一种愚痴的无明的状态下的进步，那是很愚痴、很笨的。Hello, I'm Yuna. I'm 23 years old and I'm from Austria. And my question is, my old and sick grandmother seems to come closer and closer to dying. And I wonder what I could do to help her to face death. And when she will be dying, what would be the best or the most helpful for her to do? Thank you. 或者有什么建议您觉得是她可以做的？다들이야다들네그러실라고다다들오늘지치워서하디액션자디게시부자디입술에가르쳐서나가르쳐서나주조합미디직시하나가르쳐서다지소가르쳐서다지selfish 사람다도야나한바차바사람다도그러지그러지나 we want beyond nature 사람다도그러지근데진지사야돼그럼다 nature 로들어와 nature 사람다정신긴줄도없이계산식으로이내가수디샘디가수로미샘디다가다르베지가수랑도체타사람다도그러지인줄사네근데가다진지리개학삼던거이내개투야죠이내뉴스단에약쇼디이내삼담에있는도를줘야동해이내뉴스단에이제액셉트야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你要试着去接受着，接受它，就是接受跟面对死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我们人类真的是太可能我执真的太强了吧，然后也太霸道了，太自以为是了，就觉得我们可以违背许多大自然的定律。那就好像我们总是想要超越这个生死哦，但其实生死它是自然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我们太执着想要不死，那只会让我们更加的痛苦。所以最好的方法，首先第一个就是接受面对这个死亡。I think, yeah, this, you know, to accept death, it's very important.You know, 接受死亡 kind of,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But we are celebrating our birthday. 我们会庆祝生日。But that is actually,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you are celebrating your death. 但其实那有点像在庆祝你的死亡是一样的。Because you are birth, then you are dead,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somehow, how to sort of accept death? We need sort of some training, some exercise. We need some training, some exercise. You know, we of course they have lots of training and lots of exercise. 当然你知道有很多教你如何面对死亡的 lots of way of exercise and training. One of the training is.其中一个 you know, consider or you think one day is kind of one life. 就是你试着去想，我一天就是我的一生。When you wake up, 譬如当你早上醒来的时候，开始，大家开始，你知道，啊，你知道嘞 ？Bed, it's kind of you know, 但你身上最全部的开始了的。To get out of the bed. What? Get out of the bed. It's kind of your bed. Then you slowly grown up. When you go to bed, to go to sleep, it's kind of dying. This kind of exercise, this kind of you know, training. Then you will naturally accept. It's like, you know, it's kind of every day that is happening is not like dead is kind of end. Every day have you this facing this kind, you know, you have this lesson or training. Then one day you can accept.When the real death is coming, it's also. 那么，当真正死亡那一天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接受。Kind of similar thing. 因为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相同的、相似的事情。No need to so worry or fear. 你不需要太担心，或者是害怕。It's just kind of going to sleep. 就好像是好像去睡觉是一样的，就像那个样子。Hello, my name is Taisha. I am 20 years old and I come from Austria. 我是从澳洲来的。So my question is, sometimes I have faces when certain fears or anxieties are recurring again and again. 有时候我会觉得一种恐惧跟焦虑是一直发生，而且我对它有一种执着，它没有办法。The fear itself is not the main problem, but the fact.That it is coming back again and again in my mind. Can you give advice how to overcome such a situation in a good and effective way? Thank you very much. 恐惧跟焦虑的问题，谢谢。This is, I think, it's not an easy question. 大家呢 fear.The version, the courage level, that is. Anxiety, fear of anxiety. Anxiety is how that. Anxiety is not that. Yeah, no. 흉소르다 빔조르다 맞아
Garza di Mangusu, Adzu Sarosar. Okay. Anxiety, Murubzin. Anxiety is the cancer. Pugel. Ah. That Jasmin. Ah. Ah, Nanda. Ah. And this cancer then. The jungle zone. Ah, yeah. Tang yel dir misel bi sha sha gum da chi cha na ngang ta sa di ko kar ju re ji nga su di kar ju re ji I'm familiar with some re kor ji ngo ma si e ba nga su le den di me ba da ba me ba di bu me ba za na sing gi ji gu me ba ri di ji gi gum sel den ta ko yo de yo ro den di ju sa na Adniji yana ö garbochil kyursun sambar tinde chese ting ola pa ngor jangse des garu ting ol jangse debina this pengaben ro something to tell you that de mangbu da xiexing da de anxiety 那么这种焦虑跟恐惧哦很多时候它来自于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不熟悉不认识对它由于是全然的陌生所以我们会感到一种恐惧跟一种不安这个时候或许你可以这样子做就是你可以试着去观修那个你恐惧的对象或者你恐惧的那件事等等总之或者是某个事物某个人等等你可以把它就想成是转变成为是观音菩萨或者是杜母甚至是你的母亲就是你把那样一个恐惧的情况把它跟你熟悉的一个观音杜母或母亲连接在一起或者你把它当成是观想成一个白光然后安住在这样一个安心的状态中 become a sort of like our Lokiteshwara, the Jyamasi or Dara or something like your mother become white light white light or something that you can sort of you have some how to say difficult to say it.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that, then you can and meditate on that kind of sort of imagination, maybe they will make some easier for you, okay? But I don't have much to say. It's a, you know, my mind is empty. Brain's empt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